慢慢擺定啦。時間咧嚟到接近70分鐘啦，咁啊正話最惡劣嗰15分鐘咧，其實基本上真係捱過咗啦。因為之前咧都見到係險象環生，咁嗰度冇事啦，仲有一球咧，好彩咧就係對方用腳背面擊到波之後咧係對住空門，但係咧係中柱啊，咁門柱咧都救翻香港隊係一命噶。我諗咧把握住呢一個運氣咧，陣間餘下嘅時間再下一城咁啊 perfect 啦。升上去的時候咧，哇！呢、這個九號嘅郭松哲咧後邊咧都唔係攞個波啊，就咧有少少動作係將佢一掙打中咗。啊，問題係不大嘅，但只不過呢個動作就跳上都唔係純粹攞個波。不過博多兩罰球，等呢個形勢定一定先，李志豪處理，踢個高波直線咧踢落去俾呢、這個佢攞個徐德瑞，一個對一個，有機有能力㗎。哎呀，撞兩撞咁樣彈翻落自己嘅身度咧。變咗係招先隊嘅龍球喎，佢嘅如意算盤咧就係散對方出界，點不知咧估唔到咧最尾係彈多自己一下。咁頭先英華咧見到咧喺中場似乎嗰班球迷啊，香港隊擁躉好緊張啊，個企仔起身咧揚曬呢個旗啊，咁啊有啲肉緊啊，因為而家咧1-0嘅領先，咁啊頂住啖氣啊，咁但係咧招先啲攻勢咧就一路加強，咁啊始終咧仲頂得住喎，咁勝在咧後邊夠密啊而家啊。嚟睇下招先都冇辦法，佢好多時候咧唔係話佢想還傳啊，而係我哋中間密嘅時候佢打唔到入去啊，佢都揾緊機會啊。咁啊呢一個機會咧，如果俾佢揾到咧，就香港咧就會俾佢追平噶啦。咁但係而家好彩，而家暫時咧真係仲好體能啊，頂到住，而家仲頂得住。打放落去冇啦，呢個波黃之龍打翻出嚟，咁回翻落嚟呢邊咧就係袁勇一，再喺左路去，再喺右邊去，一俾俾人中間，哎呢個頂到，但係中間啊黃之龍有你冇你，一腳清清啊呢個球咧就，我諗個球員嘅心態都係冇留啦，後邊踢翻過去先啦。華智你即刻攞翻，我又再守過啦嚇。係啊，雖然咧就係情況真係都做得啱啱啱排定打圍，但係咧我諗防守方面咧雖然就話自己後半場啦，但係咧我諗咧就唔好話真係縮得太厚啊。如果唔係咧就你縮得太厚嘅話咧，令到咧人哋咧就算你解圍咗上嚟都好咧，有啲反擊或者咧就去中場搶波咧，其實都係唔係咁著數啊。喺自己半場，但係咧我相反就覺得即係唔好縮得太厚啦。如果唔係翻出跌啦，即係無論條防線同中場線都好咧，如果你縮得太厚，你而家俾人哋咧好容易咧喺咁高頂呢啲位置咧攞到波咧就去製造啲射門啦，有陣時好難講噶嘛，射波可能射中自己嘅手位咁，但係都未定。咁所以就話無論中場線同防線咧都唔好話縮得太厚。其實而家呢個位置踢都差唔多啊，即係可以嘅話中場線就可以即係出翻少少，即係出翻少少咧去可以搶下中場，因為始終我哋而家香港隊咧本來2個中場，而家變咗3個中場，其實個優勢咧係轉變咗，其實喺中場方面都好咗。即係話第一陣中場可以頂翻出咧，撲翻佢啲波，俾佢唔好喺個自己個中場嘅位置咧咁輕易去做功夫先，係嘛？即係有1至2個球員可以出翻少少嘅幫手搶波，變調離場啊，會唔會啊？咁啊，唔又換翻個再搶幫手出嚟搶波咯喎，係嘛？咁啊，主位唔係換啊，爆啊！一路影住咧，原來啊就林日咁樣打得惡到盡㗎嚇，可能呢邊換啊，呢邊換啊，見到呢個招先啦，係換入啊13號啊，換咧就係、是、入嚟嚇，咁啊第2個換入嚟啊，招先係換咗個高高入嚟喎，我係186cm 嚇，我睇嚟咧陣間都會係另外一啲嘅高球啊，咁啊試下就做球除左右兩邊，因為喺中間咧其實兩位拍檔都已經講咗咧，就基本上咧插針都插唔入㗎啦，咁啊而家轉咗陣之後。咁亦都話俾你聽咧，就係金控軍呢個陣咧係得嘅。咁所以咧就輪到嗰邊咧，輪到招先咧又嚟一個轉陣咧，剩餘18分鐘鬆少少咧，就換咗阿高佬，身高1.86米嘅朴光龍入嚟。好後生喎，佢17歲啫喎，朴光龍啊，哇17歲咁嘅身材，仲要有腳法添喎，咁啊亦都勤力啊，呢度篤走咗個波，成條柱嗰個咧就係佢嚟噶啦。我今個真入到嚟禁區。但係轉唔到身啊！呢個黃子龍一路行住佢，佢回翻嚟後邊，哇！呢條插水嚟嘅喎，阿迪斯一舉手指，冇犯規，冇錯啊！咁啊，球證呢啲示意咧就係快啲起身。呢個波應該出翻轉頭啊，冇錯啊！就係啊，郭建波翻嚟防守嘅時候都完全冇計過位，啊，得嚟二檔啫嘛，插水咁啱喎，球證做得啱喎。咁啊有權俾黃牌添啊插水，咁啊吹咗咧就變咗香港隊嘅罰球，黃子龍咧大隻隊。
翻啊歐聯聰咧，拱翻出少少，咁啊唔使三個平台啊，喺縮降後啊，拱翻又出少少，咁啊幫手搶下，咁後面咧都起碼做咧兩陣波，近咧後面幫手掃啊，仔咧又縮得太後。而家好似呢啲位置咁啊，呢啲位置舉下啦，一搶下嘅時候咧，有機會啦，徐德瑞可以攞翻啦。咁我有呢啲時間可以遊下，遊一個機會就攻勢啊！嚟幫我分析先，哎呀，差少少啊！咁啊，焦先呢邊攞翻，咁啊，大家雖然睇翻落去都冇錯啊，咁但係咧喺中場呢個位置咧，好啊，好近㗎啦，個建波係都翻嚟，即刻幫手防守，轉咗右手邊。咁樣跳入嚟咧就唔驚你啊！我哋始終而家就換咗，再加埋換埋蘇慧全出嚟啊，身形都比較大隻高大，咁所以咧就喺斬入嚟嘅波咧，再加上長位無啊，咁啊喺後防嚟講咧，斬入嚟咧就好威勝都唔同。我咁都望到咁樣跳入嚟喎，咁樣跳入嚟好睇啦。呢啲啊就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啊！你咁樣直跳埋嚟，咁咪直作錯啦嚇！好啦，唯一咧佢而家咧到招先咧，又佢變咗換咗高佬啊，破風龍落嚟啊嘛。可能教練咧個攻勢就係諗住咧要咁樣變法。如果一變咧，我覺得就對香港係有著數啊。反為你好似早少少之前咁樣，佢左差右差，突然間嗰個入中間入切咧，可能咧仲難應付啲。你咁樣跳埋嚟咧，唔難應付啊。因為畢竟咧陳偉豪啦、蘇偉全啦啊呢啲全部都頂得之人噶嘛，咁樣就唔係太驚佢。你話太多落腳腳咧，有時走亂個位啊，有咩甩甩漏漏咧，就驚佢出現呢啲嘅啫。又係咁樣招數，呢啲咪容易咯。你埋嚟咁啊撞出去，埋嚟咪撞出去啦。呢、這個時候如果招先咧變咗咁嘅打法，雖然又有高出嚟，但係你下咁咧就唔掂啊。我唔知下可以啊，都係仍然咧睇呢個波，唔爭啲咧就發揮呢個高佬嘅特色，高佬就升喺後邊，咁有人咧升埋嚟頂下。但係你要咧下下咁樣跳埋嚟咧，我覺得就幫咗香港隊添㗎。係啊，如果你咁樣跳入嚟咧，我將梁振邦再縮翻落少少咧，即係將個中間嘅三圍將梁振邦再縮翻落少少，咁啊變咗歐陽耀聰或者就。刘彦日咧就前翻少少喺中场抢，咁啊反而我三个咧我冇帮手顶咧，可能我威胁性咧仲更加减低咗。咁即系我狂斩几下之后咧，咪又系想俾呢个追截门咁啊，但系咧都俾呢一个嘅李志豪压住，咁啊所以个波咧就直飞底线。我睇翻就系香港队嘅龙门球啊，咪又要追嚟波咯。咁啊如果你话喺三甲线嘅位置不断喺度斩咧，就冇得用啦。咁啊试下啦，系啊，咁啊好啊，所以呢度咧亦都就多球嘅时间系越咗围噶啦，已经。我比較高佬，咁啊諗住咧就係霍光雲可以就落去。咁其實喺呢邊咧亦都係作出另一個調動啊。我換走嘅咧就係梁振邦，然後入替嘅咧就係阿阮建文啊。差唔多啊，梁振邦有啲瞓一瞓，我喺度好傷啊。咁就俾呢個時候咧，即係可能佢有啲痛咧，啊咁啊驚有咩？出現咧就物語咧就換阮建文，都係打翻個防中嘅位置嘅啫嚇。阮建文咧都係一個好難打嘅球員嚟㗎。咁當然如果你講經驗咧，就梁振邦係高啲，咁啊畢竟咧佢即係參加國際賽嘅經驗高啲。咁啊阮建文咧就係涉及到咧而家我哋咧就有冇嚟固定咧係定十零分鐘嘅啫。咁啊但係香港咧暫時以咁嘅形勢咧應該係頂得住㗎，除非自己防守有咩大嘅出錯嘅啫。以招先而家咁踢落咧，似乎都係冇咩揾到破門之術啊。好啦，哎呀，呢、這個波球點吹罰係咪咧？應該要啦，因為歐陽耀聰咧得住位，對方就黃宇啊，喺上面得住位，但喺後邊啦，喺下邊咧掃落去啊。咁啊，上身咧，大家嗱留意睇到慢鏡啊，嗱，歐陽聰得住佢噶啦，喺下低咧掃佢啊，一撩撩嘅腳尾咧就掃跌佢。咁其實香港隊依家有一球優勢都唔使睇得咁急啊，你覺得可以拖一慢嘅節奏仲得啊？哎呀，就攞個失。係啊，因為咧佢哋可能真係個信心好強，今日踢得咁好。咁啊，其實好似而家呢啲波可以慢翻少少啦，可以踢翻向前，打去唔到可以回翻後，即係可以等一等先。因為你一開個波咧，咁樣失咗咧就有啲唔抵。同埋再加上其實我哋啱啱對嗰方面嗰個中後場嗰個球都唔係太差，咁所以咧絕對咧就可以即係鐘仔所講啊，可以 keep 翻慢少少，即係等到人哋真係逼上嚟壓上嚟我哋咧，我哋先再搏一個長傳咧，可能咁個機會就好啲啊。咁又係一個長傳，哇！容輝呢個波，哇！呢、這個波咧出嚟又有少少半面過咗喎，因為咧就已經有陳偉豪同李志豪已經頂住啦，佢唔需要出嚟打呢個波啊。同埋咧，佢由龍門口中路出去嗰個位置睇翻埋嘅先。咁呢個波其實咧好高啊，好拋物線啊，威脅性其實應該唔係好大，可能真係信心十足啊。你一去到咧已經過咗十二碼點啊，咁其實呢啲波咧唔需要出嚟啊，就算俾你頂到都好，有冇乜可能咧喺嗰個位置過咗十二碼點之後頂得入嚟咧？呢、這個波有少少半面錯，冇錯啊嘛，但係後
呢保射嘅金國珍咧，亦都認真抱腹啊！其實呢一個咧都唔係佢第一次浪費機會嘅啦。咁啊，早前咧都已經咧就係浪費過幾個機會。咁啊，呢度咧就係嘥咗個機會啦。咁啊，變成咧香港嚟到呢度，仲剩翻十分鐘鬆少少啊，都仲係1-0領先喎。佢一路咧其實都係頂住頂住嘅。咁啊，其實咧個人覺得咧，其實招先咧最好嘅時機咧差唔多已經過咗。咁啊，即係話咧係喺右邊出連續三個波，佢嗰段時間咧嗰個氣勢真係壓住香港隊嘅。咁但係而家咧嚟到最尾十分鐘咧，假如稍一不慎咧，就會隨時出事啊！好似鄭華嗰一下咁。佢同埋咧開始嚟到最尾咧，都多咗啲埋身肉搏啊！咁好多嘅即係攔截咧，亦都係開始咧，你見到係粗野啦。發出上帝號啊！呢個波咁啊，對方一捉上嚟嘅時候咧，地波咧為由一拍立上嚟咧，係出腳嚟踩到對方，又係咁樣掉埋嚟，咁啊又係頂翻出去咯！為由一打又頂翻出去啦，咁樣又唔係攔截喎，真係啊！超先，袁勇一俾翻後邊，慢慢扯翻過嚟先，又係得埋嚟啊！睇嚟又上啦，咁啊，但係咧逼翻上前面咧，終於都係要咁樣做啊！咁樣做又係批埋嚟冇用啦。雖然換咗個高佬，換咗個學方豪出嚟，係佢明顯有身高嘅優勢，但係李永咁樣佢做個現，除非好靚或者香港隊球員咧甩咗位嘅啫。我一知話要咁樣入波咧，真係要靠香港隊錯誤先有得入啊！冇錯啊，同埋咧佢即係稍微獨一無二嘅少少，話而家真係講到明咧，就係我換高佬，然後睇後面調個波埋嚟。好呢度咧就香港隊有機會啦，一個射波，咁啊大龍門咧就過唔到啊，咁啊一個雙槌打翻出嚟。呢邊咧又輪到咧就係金國珍啊，我打得多啲啊，咁啊，但係咧喺跌嘅同時咧，由於香港隊散場，咁啊唔俾佢再去，咁所以球證咧都判咗。我但係鄭華查彭飛啊，真係呢度見到，我鄭華嗰個失咗啦。佢呢度再起腳射嘅時間咧，都係一個相當之有威脅嘅埋門。